人家轮到黑放这里有多精彩？朋友们，我已经无暇顾及你们的事情。一万千。我叫任嘉伦，任国超的任，任嘉伦的嘉，任嘉伦的伦。在听到滴声后，完成清单上的任务。滴声，这是什么？开始了。干嘛呀？开始，快念念了。哇塞，为自己打一个领带，哎，太棒了，我有领带。哇塞，大象鼻子转五千。转五圈，大象鼻子是什么？我没有大象鼻子，不用转五圈，谢谢。准确的念出绕口令，绕口令：贝家有面粉红墙，粉红墙上画凤凰，凤凰画在粉红墙，粉凤凰，飞凤凰，粉红凤凰花凤凰，全都仿佛活凤凰。怎么画什么？请用面前的纯棉科技菜金号手套，向量杯中拧出50毫升的水。聊哦，不用那个了，直接拿手毛巾了哥。这个如果完成不了会怎样？晚上没房间睡吗？出50毫升的水，50毫升的水。哇，我看到了最后一项，用嘴叼着毛笔写出自己的名字。哎，完成了 ，yes。哎，俯卧撑呢？请大声朗读注意事项第三条。上述所有任务皆可忽略啊，只要在空白处签上名字即视为挑战成功。漂亮，太好了，来这个节目真的是防不胜防啊。嗨，嗨，你好哥。Hello， 你好，你还有俯卧撑没做呢，哥？啊，你还有俯卧撑吗？你没有看到有俯卧撑十个？没有吗？没有俯卧撑，每个都不一样啊。你学我吧，浩哥。啊，师傅，你也是？我常年自己开车。啊，你开过的？那感觉嘉伦是喜欢开车，你喜欢开车是吧？对，主要我没别的事儿啊。那、我只有开车是最就驾驶是你的一种乐趣。对，放松、最开心的时候吧。其他时候都是工作，这个没有问题，我觉得问题不大，因为很近嘛。问题不大吗？啊，那冰上不滑吗？没事，你拉着我们几个走一个。我拉着，我都怕拉不着，我就已经滑下去了。你会游泳吗？不会。啊，你不会游泳？对，朋友们。真假的？就是我如果掉下去，大家要救我。哇，没了！别推了下而已，没了。没有，我会去。我如果掉下去，大家要救我。不要放弃。嘉儿，你扶着我，我也下来，咱俩一块推。要不要？你不要。小心。你从这边接我。哎，你不要跳这里尖的。我从这儿下。后面。对，你右面。哎，跳，往后跳就好了。1、2、3，走！李姐力啊！哇，就在前方！1、2、3，走！注意了，宝贝！重力就在前方。前方，快！拿最大一块就好了，最大一块，快！
上去了，我们整个船只剩这个，我们的船没了，就剩这一条了。不站了，你建议试一下吗？这个真的很舒服，等一下。哇，你懂吗？哇，这真的很舒服呀、啊，这个。真的好，这是采耳一样的感觉。采耳一个，咱们来几个吧，要不然我们四个人一早上起来也得就这样。这个容易中毒啊！哎，不行，不要停，不要停。哇，我们先把摄像头打开吧。朋友们，我已经无暇顾及你们的事情。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之后，哇，太舒服了。这个东西让我忽略了今天要做的一切事情。哎呀，啊，好舒服。哎呀，拿着吧。哇，你懂吗？哇，这真的很舒服呀、啊，这个东西。你咋来的？朋友们，我已经无暇顾及你们的事情。哇。啊，不能一直这么舒服，哎，该停一停。猪啊，猪，你是不是害怕呀？我你就不用怕了，因为我有一个小名就叫小猪，哎，嘿猪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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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喂，我不欺负你，我不欺负，啊，我不欺负，不欺负你，不欺负。会害怕吗？不用怕，哎，走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带你去一个有空调的地方，走吧，好不好？我从来没有这么讨厌过乒乓球台，很碍事儿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快点！其实他这一整套从来没有变过，先在那儿站起来一跳，下来走一圈，过来再打一下咚咚，然后再上去拉一下那个，是吧？一整套的。哈哈，已经懂了。哇，还有动，还有舞蹈动作。哇，还有这些东西。哇，他真的太。太可爱，正过来是吗？对。他在看我，他在看我，哇，他在看我，他在看你了。我现在仿佛在拍一个电影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像在一个什么钢铁侠还是什么一个机械里面，然后我们操纵。原来钢铁侠内部那么简陋，是这种一根铁管。哇。辛苦吗？还行。嗯。我们可以晃一晃，其实晃一晃可以动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试着。哇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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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往后撤，给长颈鹿一些空间。好吧，我们给往后撤，给长颈鹿一些空间。是他们往后撤吧？啊啊，我们是长颈鹿。啊啊啊！我们在长颈鹿的世界里会不会很蠢？不是，我们在人的世界里应该也不是很聪明那一类。我到底在干嘛？我们在动物园里面，我们在动物园里装动物。有来吗？过来呀！他们两个扮的就是头是歪的。我们的场景都是歪的，在看着他老婆。装个朋友吧，普通朋友无所谓的。过后我还会过来看你的，你可以有些合作。
我是那么觉得，我觉得他看着了，但是不想理我们。怎么说？就有时候闲着无聊的时候会看见我吧。你说我假装我有一天弄个什么假的，他会不会相信？这下我们证实了。我觉得也挺好的，对他们自身是一个保护。对，不要轻易被些假象骗。对，不会受引导，挺好的。所以你加油，长颈鹿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实验就到这里结束吧。来了来了，好，我们可以出来了哈。这只长颈鹿肯定懵了。有四分半，大声大声大声。这一天，霸道总裁在欣赏美丽的云海，忽然发现云海边坐着一位美丽的放嗨公主。他爱我，他不爱我，他爱我，他究竟爱不爱我？于是，霸总准备上前搭讪。霸道总裁邪魅狂狷地问放嗨公主，女子为何一个人坐在这儿？七星闪烁，云卷云舒，真命天子他到底在哪里？救我于云海之中。你谁啊？你凭什么过问本公主的事情？你谁啊？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人。你要真命天子是吧？我就是你的真命天子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世界都将属于我，包括你。哥先生，你要慎重，我们的妹妹可是很粘人的。粘人是吧？好，让我来看看你究竟有多粘人。你跳给我看，我就让你看看我有多粘人。没问题。一次偶然的相遇之后，公主和霸总决定进一步了解彼此。于是，公主带着霸总来到小树林里，自己粘人的后花园。公主摇晃着红酒杯，指着上面横七竖八的男人说道：你看。那些都是被我的黏黏胶黏住的男人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女人，你在玩火。如何？是你。去世界的尽头。海王到！谁让你们私奔的？谁让我有话要说？回来！回来！本王有话要说，回来！回来！本王有话要说。放嗨王一路追赶，霸总和放嗨公主骑着飞毯疯狂逃窜。却撞上了追赶中的放嗨王。
Once seeing a star， 那是不老少。少年你的笑，人家哄你。人的脖子，哎呀，哇，好霸道！哦 ，good good good， 拍的真不错。马上你们都可以看到 Dr. High 了。哥，再滑多一次就到了，再滑一次就到了，再滑一次就到了。又远了，又到了，又倒退了。现在你们只差一米的距离，我们就一起往前打一个小半径不就好了吗？哎，对对对对，一二三，走。耶。好，我觉得这次嘉伦哥可以拿到了，感觉可以挖到了。嘉伦，来，好，嘉伦哥放爪，还差一点点，还差一点点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再放爪子，再等一下。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哎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慢慢叫他慢慢抓，慢慢放抓，勾他。然后收，对，收爪子。哟耶！哇，这太痛苦了。轻轻的，轻轻的，轻点，慢慢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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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哇，这真是个细活儿。着急不着急？要不我跳下去？没那么好操作。不行，这一勾他就走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啊哥！完了，这下不在这里了，飘到外面去了，好痛苦。我已经够不着了，朋友们。大勋哥下去往右刷一下，勋哥从右往左滑一次。嘉伦哥，你看你现在能不能够的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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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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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次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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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有了啊！冷静冷静，有机会。下面对，这次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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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一点慢一点，陡往里非常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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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慢。Yeah！ 能够着吗，迪哥？又到这里面来了。这个 Dr. High 已经手抓着我们的船说救命救命，我看不见，那咱们再倒一下吧。好的好的，他又没见了。前，哎，别动，他飘过去了。嘉伦，我定住了，你捞。好嘞。终于捞到了。
我们都很难，也就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尽力吧，尽力吧。我感 OK。来客。我感觉这个老师已经要冲刺了。哇，0.16。哇！来，嘉伦哥来。你甘心吗，嘉伦哥？啊，没什么不甘心的。努努力，你再，我再看你看一眼。我们又不追求最快速度。你这能写在简历上吗？是抚养成绩多少多少？我抚养成绩，以后那导演说我为什么要用你？因为我抚养成绩，抚养成绩不错。代表作《抚养成绩》，就感觉抚养成绩不好，演不了戏了。没理由说服导演来抚养。你是抚养王啊，哥哥，你是最抚养最快的男人。确定这个是准确的吗？准确啊，对，准确的，机器是准确的，人工就不一定。你是抚养王啊，哥哥！你是最抚养最快的男人。确定这个是准确的吗？准确啊，对，准确的，机器是准确的。你是抚养王，你还想再精进吗？我觉得我不演戏都真的不应该呀。就下次说服导演就是我的抚养成绩，真的。要不再试一次？不能比这个再快了。你能？你再试试，来。来来，哥哥，再来最后一次，再来最后一次啊。都已经23了，来，三二一，世界纪录产生了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给我演戏的机会，谢谢。抚养王，任国超，以后不会多一项运动叫抚养吗？那等会儿这是谁啊？就是小大呀，不是他不喜欢大，不是就给他写了个小吗？哎，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成绩才变成拖了后腿，对吧？拖了后腿，对。那我觉得还再来最后一次，来吧，一二三。哇，哎，0.23啊，可以啊。History， 我好像明白了，这是。是不是？我是跑步林的少，跑步林的少队，跑步林的少队，走路林的少队。我俩怎么变成走路林的少了？我觉得走路林的多。对，走路林的多。我们是走路林的多。你是林的多是吗？所以你就是跑步林的少了。对啊，是吧？对啊，我刚刚看到这上面写的，对啊，自行分成走路林的少队和跑步林的少队。跑步林的少，我们是。我觉得跑步林的多。那我是走路林的少。你是走路林的少是吧？我认为。到底什么情况啊？现在，哇，这个好像有点难。不是哥，你说你开车开得很快，然后哒哒哒哒哒很多水，所以走路淋的，所以你觉得走路淋的少一点？对，跑步淋的多嘛？对，没错，现在对了，现在对了。我们不要这么复杂，你现在相信什么？你相信什么呢？我觉得。你觉得哪一种会淋得多吧？淋得多，我觉得走路淋得多。走路淋得多，那你也是跑步淋得少。对啊，那就我们一起的呀。是
是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是我是走路拎的少，对对，还是这样吗？那我们就是走路拎的少和跑步拎的少。跑步拎的少，走路也拎的少，那躺着拎的多了。走路拎的少的就证明跑步拎的多吗？没错对吧？对，没错对吧？对对，你想，你相信跑步淋的更多，所以我们走路，走路少。对对，各位观众，中午好，今天是9月14日，星期二，农历8月初8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嗨放速递，我是主播任嘉伦。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著名正经严肃实验组织嗨放派一行五人来到位于莫干山路111号。浙江广电集团，浙江经视新闻演播厅参观游学期间，嗨放派成员们就演播厅构造与常见设备用法展开讨论，并就新闻主播日常播报中会遇到的问题与主播深入交流。下面请看详细报道。哇哦，你电音都出来了，其实很厉害。我尽量的想屏蔽自己的声音。你觉得特别好？特别好。是吗？很标准。你来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好受伤啊！我说他怎么不爱笑啊？他怎么不爱笑啊？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。哇，赢了，赢了，爹王！你们逗我吧，来吧。你们给我点好的名号吧。小圈儿，一面纱布，反正多好。谢谢老师。他说这个毛巾不能放碰到水，一碰到水就把水都吸干了。那是为了你的汗。你的香汗，香汗，对呀，双层纱布毛巾，金汉毛巾是毛巾中金牌中的金牌，国民中的战斗机，国民好毛巾，国民好毛巾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感动了。你行了？怎么又是我？我不想击掌。你知道吗？走的这个过程多难熬吗？加油，加油！这老紧张了，我跟你说。还要动，刚刚风更大了，平静一下。我很平静。嗯，你看一下他们，你看一下他。你跳过去，我们就不用摆了。风大你还吹？平静什么心情？你平静什么？我都不紧张。哥在等风。来吧。
走。梦想就不会施舍给我这里占有余生真的寂寞，勇敢和炙热像一团烈火 Shake it, shake it, oh No way 你是白发为何 Oh shit 为何要忍着吗哎，我们什么时候冲出去啊？好的，还没，因为中间还有个喷泉间隙。啊，中间还有喷三分钟，对，还有个喷泉间隙。慢呢？没有，二十的时候再上。不用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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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急。哇，要喷水了，小心，小心，喷水了，喷水了，冲！冲，兄弟们，三、二、一。呜呼！呜 ！Damn！原来是这个流程，我明白了。哦，是这个，我还以为直接就来了呢。炸了！啊！哎！哇，怎么还有羊啊？这只孔雀长很精致的。是，我怎么腿异常的软？早啊，孔雀想吃点你的，饿不饿？食物吗？你发现它的喉咙一直在动啊，这不能拿手喂的啊？是吗？这个拿手喂会出事儿的。那就这样。浩哥，你别说话，吓死我了！给猪挠痒痒，猪。哎呦！哇！啊！舒服到一定程度，立马倒。你这有一个这个健美运动员有什么可以展示的吗？哇！怎么展示？哇！有人抓我脚哎！我刚差点给他一脚哎！下面有人，有人上面啊！对，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哇，这谁啊？哎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我还一直在考虑这个，我一直在考虑，哎，那是谁？什么时候？哥，你怎么进去了？哎，我怎么进去我的房间？进不去了，房卡呢？你们谁有房卡？快快快！我没有房卡，朋友们，没有卡。这个刷脸吗？嘿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两个就在这里睡啊。睡起自然了。我的天哪！那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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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粘上了。真的假的？我粘嘴了。粘嘴了。粘嘴了。真的很凉。